位議員好似好破病咁樣去要去抗爭。今日多謝所有出力嘅民主派議員。如果真係得我哋兩三個咧，今日真係守唔住噶。可能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，但我希望今天來到的朋友都會明白，我們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，我們不想投完反對票輸了就算數，一定要這個特區政府這班保皇黨付出代價。昨天黃國興叫我們高抬貴手，不要點人數，我想問一下這班保皇黨，你們有沒有向新界東北的居民高抬貴手，不可以投票支持政府這個爛方案？再次多謝大家參與議會和平抗爭，記住這句，越多人參與抗爭運動可以越和平，希望面對這個特區政府、這個霸權政府，我們大家都要堅持到底。